出来一百亿。走进传统市场，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陪同下，来到成功市场，一一向摊商肯托拉票。有摊商向谢国梁和朱立伦竖起大拇指比赞。朱立伦说：“北北基桃连线，就是希望都能够变成蓝天。”那我们从台湾头在最后一个月，今天来出发，同时成功市长代表成功，谢国梁一定成功。那谢国梁这几年脚踏实地啊，勤跑基层，非常接地气。那各家的所有的团商、所有的市民，拢是上好的朋友。今日来特别甲最后一个月，甲大家拜票，就是希望每一票拢会当投入去。啊，最后支持咱第一号登记第一号的谢国梁。继前一天，前总统马英九陪同谢国梁扫街拜票，接着党主席朱立伦也到基隆相挺。市长候选人谢国梁说：“这次有信心，绝对不会辜负选民所托。”马总统昨天也过来，明天韩市长也要来。那么我觉得我们基隆的蓝军的民众可以说是非常的振奋，而且非常的开心，有这么多的好朋友都陆续到基隆来拉抬国梁的选情。那我觉得我们的选情也不断的在加温，大家都了解，各方的民调来看，我们一直都是维持小幅领先，但是始终没能拉开。所以我们是很期待在未来的这几周，靠着更多好朋友的共同加入，哦，那也跟大家预告，在10月29号那一天，据我们的了解，赵少康、赵大哥以及罗志强也会来为我们的候选，后援会，来支持、来站台。所以大家陆续过来，就表示大家对于我们一级战区基隆市这一场选情的重视，而我也这个会在他们的支持之下，有信心要能打赢这一场选战。基隆是台湾头，而且我们希望啊，那个北北基桃连线啊，能够全部都能够变蓝天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。那这一次呢，谢国梁带头抽到一号，然后张善政抽到一号，侯友宜抽到二号，蒋万安又抽到六号，所以1126，我们让北北基桃蓝天再现。同时啊，我们就我过去的经验，这个整个生活圈的建设同一党，可以更能够大家团结合作。那过去我们基隆跟新北或者跟台北都不同党，那我们这次很有信心，不但侯市长可以高票连任。啊，台北市蒋万安也稳定领先，啊，国梁目前也是领先的状况，只是我们必须要稳定下来，我们让整个北北基桃都能够连线，全部当选。国民党天王级陆续来到基隆，力挺谢国梁。选战进入倒数最后一个月，谢国梁持续勤跑基层，寻求选民认同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